再见木头，再见我，咚咚，还敢挑战？可以，我的，喂喂，不要追我，波哥 ，sorry。嘿、hey, 兄弟，我是孔范，我是布莱恩，今天玩什么？双人刺激啊！双人刺激，这个地图饥荒盛宴，嗯，还有奶茶的模式哦。哇，中间又有一堆草，又加上有些奶茶，这样大汉不是很厉害？嗯，所以拿到大汉，我们要称霸中间哦。哎呀，这样打算今天用什么？我今天用一个雪莉。哎呀，雪莉大汉啊，不算大汉，但是近战也是非常强大，还是很强势的一个。这样子，我们有一个近战了，我就选一个远程的。谁啊？我就来一个小小仙人掌。哇，又是一个爆发型呢。啊，小小爆发没有了，应该是、小小仙人掌大爆发。对了，这样子我们这样子玩好像有点太闷了，不如我们每一场游戏啊，就直接走中间，放一些挑战性在里面啊。我们说，我们每一场游戏就走中间了，可以看一下能不能赢。对了 ，OK， 好 ，Let's go。一二三四五，哇，外面有很多，但是我们的目标很明确，目标就是里面啊，我们什么都要抢，来来，哎呀，木桶，先拿一个，来，哇呀，喂，我们好像没有拿到东西，拿了三个，哎呀，哇，吓到我，出来。半个那个蹦你，我应该会死，我应该躲，没有问题，躲一躲，可以的。把木桶收掉吧，那个那个洞收掉了，呼，中间抢完一波，我们就说回来那边，回一边，再抢外面的啊，当然，等下你出来你去捡啊，可以。乌鸦来了，乌鸦，咚，偷我们东西哦，乌鸦来，咚，乌鸦你在那边做什么 ？Hello， 哎呀，我中毒了，乌鸦欺负我。哎，雪莉，你不要自己跑进去、啊！哇，我要进去做呆哥，差点给人射死了！喂，你要活下来，我死了！有！走，六级，这个保利七级了，差不多摸到一个，他升级了，好，我要出来了，来啊！我们不可以鲁莽行事，有什么事情我先去干嚼下这个木桶，嗨！来，尖的木桶，走开！小辣椒，我不怕。哎呦！现在谁人在哪里啊？打到江雄了啊！好像全部在中间喽、全部在中间。哎呦！小辣椒、普利莫都在靠近中间，普利莫在上面十二点的方向。草里面有人吗？草里面有一个小辣椒，这边哦。刚刚是有了，现在还有吗？刚刚拍哪一个？我不敢走进去。证明啊，是有的。那个简直是鲨鱼啊，不是小辣椒啊！木桶来呀、啊！木桶！哎呦，奇怪的木桶，滚我！哎呀！你还敢捡啊？吃枪了！哎呀！我朋友出来了！哦，快点！再见了，我的朋友！躲起来！哦，上打了！漂亮！哇，这次还不肥，来吧，肥一先。来，首先我们看看敌人有谁。哎呀，是个牛，牛，哎呀，打牛先。哎呀，牛，我有好多人啊，残血了，有好多人。收下第一个血，嘿嘿，箱子都是我的，大招还在，可以回扫扫血。呜呼，又收一个，哎，小心这。呜呼，来，呜呼。通，我偷了，跑先，可以，等下给保利杀掉了。好了，现在你要走位先，666的走位。好啊，外面有一个箱子，我有匹克特收到了，匹克特收到了，现在保利打我了，保利找我了，保利要打我了，哎，保利出去了，可以。草里面没有人了，我回来帮助。草里面没有人了，可以回来助我们的家。一臂之力，这一臂之力，回来助。可以，这你再捡三个，杀掉那个火箭，我们就。哎呀，雪莉按着大招进来吓我，感觉上，哎呦，他没有看过，他没有看过什么叫奶茶嘞。哎呀，奶茶兄弟，哎，我先打一打火箭先。哎呦，你还要吃啊？啊，你要吃，来啊，来抢！哎呀，还要来啊，你可特免疫哦。哦，你没有奶茶，你已经死了。就是有奶茶才这样凶的吗？这边，他会在后面那个还是前面、这个？前面，不是后面。哎，蹦几个蹦，蹦几个蹦！你看漂亮，来，进回来！可以，我捡完。哎呦，牛哥出去哦！凉了，那个雪莉，哎呦！你不要进去先，
先躲一躲一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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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要出来了，我出来了。我的等级还是赢他一点点的。可以可以可以，好，进去进去进去。但是我们队友会优先出来。哎呦，哎呦，哇，你的单身到在外面了，可以死啦！哎呦，你看现在没有用了，无敌状态就是他干架了吗？可以，现在对方又有奶茶了。奶茶了，对了，对了，对方又有奶茶了，不过不用紧。啊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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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。死完了啊！你看，但是森林队啊，森林啊，哇，还是第一名啊，还是第一名，幸好还是第一名。哇，中间耶，那外面那诱惑给他们了 啊！我们的中间，我们来了，中间，中间，两个雪莉马上就遇到了啊，到我了啊！小心哦，很多人到这里，很危险哦，上面还有一组人哦，你看那个木桶躲在那边鬼鬼祟祟哦。哎，再见木头，再见，哇，还敢挑战？可以可以可以，我的，喂喂，不要追我，波克 ，sorry。喂喂，波克有奶茶，波克有奶茶，走啊走啊走啊走，我们躲这个角落，躲这个角落，等下。哈哈哈！不要，大招浪费啊！他既然死啊，我没有想到他已经死了。哦，大招浪费到很浪费哦，哇哇哇！生命也很浪费 ，Oh no。来吧，中间，哎呀，就是你们了，箱子一箱子的不进来哦。哎呀，两个大汉走进来了，两个大汉走进来了，两个大汉走进来了。等他打完先，然后是我的，先把他人头也拿下，人头也拿下。回个血先，我回个血先，哇，我死了，我没有血，抖一抖，抖一抖。哇，等等级没有赢到，不然我进去翻。继续走进去里面先啊，里面就是我们的信念，里面就是我们的坚持，里面就是我们的家。哎呀哎呀，啊，罗莎一定会过来的，来 ，OK， 在一边放你，来，喂，都不用放，都不用我就赢了。耶、yeah, 哎呀，你比较安心吗？我才不怕。哎呀，小小的布里莫，嘿，哈哈，耶、yeah, ，在哪两个等级？有没有人？来回家吧，回家吧。是时候回家一波了，哎呀，给他射到了，他应该会丢大、啊，我们应该要换个位置，给他丢罢了，来来来这边，哦，杀掉，再捡一个，好，来躲一躲，来这边有人，喂，你不要死哦，进回来啊，那边有地雷是吗？我刚看到下面有地雷，下面有地雷， okay. 你下面。哎，没问题哇！我也要，就是这边了啊，就是这边了。哎呀，中完力，我也要躲开那剑就没事了。哇，痛！这个剑不是，是个大招！喂，不要射大招，躲进来，对不对？哇，太快了！喂，射完一个大招，大招！哎呀，漂亮！可以。还有最后一个是雪莉跟鹰猎人的队伍。哎呀，在这边。哎呀。来吧，鹰猎人，刚刚你不是很厉害，很嚣张吗？来，啊，他死了，转圈，我跑去拿奶茶就结束了。啊！哎呀，中间好多，可以，果然是符合我们今天的主题。对了，哎，兄弟，要吃仙人掌吗？要吃仙人掌吗？哎呀，罗莎，你们抢好凶，好凶哦，兄弟！哎呦，哎呦，这里还有，就快速离开洞！哎呦，差少少我们就死了，来，闪一闪，下一个雪莉我就打不过了，没问题，他来，哇！谢谢这个小辣椒哦，再见了，谢谢你啊！哎呦，哇，我们好像很凶哦，来，这边，咚咚，哎，漂亮，哎呦，莫提斯。你先小心一点，我看到上面有奶茶，不小心要倒大招。上面有奶茶，莫提斯，里面有一个雪莉，哇！哎呦，我回来了，没有等级的雪莉依然那么恐怖。哎呦，我的队友牺牲了吗？对呀，这样我就要把那种干掉我队友的人都干掉。躲起来，我出来了，留下你的命子，来留下你的小命，给你捡个奶茶吧，一下要掉。当然要围一下啦，刚刚他那里等级杀我哦，我不围一下。他那边也有一个奶茶，他来了，小心微妙。但是啊，我的奶茶比较厉害，打近战我怕他，远程消耗我比较厉害。攻击型的原来是这样用的。嗯，当然啊，你看到这个朋友吗？看到吗？他说打不到他，他在绕我圈圈。喂喂，哎呀，
怎么可能让你杀掉？哦，这个就有可能，可以，这个有可能。哎呀，没问题，拉开距离，慢慢打他，慢慢打他，抓剑，哎，慢慢打，喂，哇哇哇哇，你说好多大招啊，旋律很恐怖啊。咦，完了啦？完了咯，你还想要看啊？对啊，我还想要再看啊。要怎么做呢？这样就要订阅我们黑兄弟的频道了。我们黑兄弟的频道呢，将会在每逢135晚上7点上传新的影片。那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，拜拜。